我们先提慰无限这三个人，他没有死在我手上，就应该跪下对我感恩戴德。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？你还敢当街鬼喊鬼叫，找死！这个名字的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看看这个人，脾气大，力气小，骄纵任性，目中无人。把他舅舅和父亲的话处学了个透，母亲的好处却能学到后面。哎，我要不是跳海跳海，将来迟早要死透。交流交流，议论议论。 议论起来那边拉倒。哦，来来吧，快点议论议论，众人。哎，那你说你长期在这里做买卖，那请问最近有没有看到什么异象或者奇怪的事情？那奇怪的？啊，你跟我打听呀、啊，那就算对了。我常年驻扎于此，人送绰号"清河白小生"。哎，不知道。 你要问什么情况？嗯，譬如妖魔邪祟啊。好停。哦，是因为那里有事。好停，把人马站那个，站那个，来，站那个来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站那边屋里现在人堵着了。好的。那边不安排。那个。对，中间。抖音。